那时候在排嘎亚的味道的时候啊，那个对啊，然后编剧也经过，不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是龙年的会有我，所以我算下来应该是从2020鼠年到龙年，哎、欸，总共五年了嘞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感想，因为我觉得嗯，一定有我咯，一定有你，志在必得。中间换了很多人，但是嘻哈还是在，对，永远保持在一个。有什么潜规则是吗？这嘟嘟嘟嘟嘟。OK OK。其实有吓到，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唱新年歌，因为都是做幕后比较多嘛，觉得很开心，希望还有关腔，很关腔哎、欸。因为明明实力是藏不住的，明明就是自己写了很多新年歌。开心可以，哎呀，很官腔啊！可是呀，明天接着我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还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受邀，然后毕竟我唱歌也不差，找我是对的。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当。这个我不敢，我怕被打。我是跳了就好了吧？对，舞蹈担当跟颜值担当。那我嘞？你是麦老、倚老那种。搞笑男，搞笑。搞笑担当，我是才华担当。我觉得这首歌最难唱是第一句跟最后一句，就是那个隆隆的新年。还有那个睁开双眼，幸福在身边，就是很高音，比你们高八度哎，你还好意思讲那个难吗？我觉得唱新年歌，你可能以为很容易，可是其实氛围跟那个欢乐感是那个录音师会一直要求你，我要怎样，你觉得哎，可能这样唱就没有问题了，可是不是，其实很多学问在里面，你要把你那个欢乐的感觉唱出来。对，我是觉得。这个歌对我来讲没有难度，真的是没有难度。比起嘎亚的味道，真的嘎亚的味道重录好多次哦。但这个其实进不了，不是很有难度。哦，那当然了。其实很多人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新年歌容易唱，但是也不一定的。我觉得新年歌要唱出那种开心的感觉是很难的。对，就是你在录的时候哦，很多人以为可能我们只是新年到龙飘飘，但其实是新年到对龙飘飘。你在录的时候就要感觉你已经在过年，那个嘴角要一直保持上扬，才有那种欢乐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的话就还好，因为我是唱了很多首新年歌 demo 的人，最资深的是他。所以其实这首歌我是前一天才学的 ，before 进录音室。证明就很快学好，很容易学走，天赋一点。因为这首歌好唱嘛，谢谢。上口哦，很热，超热，我的热是热到我这个裙哦很厚，然后完全不通风，有滴水吗？所以我一拉开是不是那个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要cut掉那个。可能全裙摆变深色了，因为全部是水。真的没有啦，我是一拉开，然后那个汗是一滴一滴这样子滴下来，真的。我的话是除了热之外，然后我们是下去南马嘛，就是巴杜巴尔永平拍。然后我是超过24小时没有睡觉，就是从工作到就在赶路再去拍。所以那天其实我很想更嗨。那个表现可以更好，可以拍更多花絮照，但是有一点可惜掉，就是那个精神负荷不来，不然可以更好的。哎呀，太多借口了。我的话，我觉得是拍摄前一天，因为冰燕跟我讲是一个很大的制作，然后我其实个人是很紧张，然后也是3-4点半夜才睡觉，然后醒来的时候。真的是很热，然后热到我拍完 MV 回去就中暑了。哦，你住什么虫毛丹啊？猪毛丹就是要吃中药，差不多像中暑这样。对对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是因为我觉得天气其实老天爷算是对我们很好了，就是天气晴朗。我是不下雨，我是不怕热的，因为我觉得拍 MV 最重要就是天气晴朗。然后只是我在跳的当下，我不觉得很辛苦。就是因为我一直很紧张，我又是导演，但是一拍完了过后，我整个腿是走不到的，就是跳完 chorus 的，再跳音乐一响，我的脚是动到的，一 pose 了过后，我脚是很辛苦动的。哦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当天非常的炎热嘛，所以有一幕是真的是大太阳底下，其实基本上没有地方可以遮阴的，就是完全那个空地后面是龙的那一幕，然后导演一看哦，全部人就走散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走去旁边那个树林哦，那个植物上面这样全部躲，开始是一两个人躲，然后过就带头越来越多人躲，到全员颜色全部一起跟着躲，全部没有人了的时候，真的。我突然想起了比较难忘的事，就是我们跳到一半，突然间有很多人围观。然后那些人站了上去很久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还在 set 这位置，他等到我们跳了一次 chorus 过他们才离开。是另外一个不可以讲，哎，这是你G2
截图有没有？因为那个 T 恤很薄，然后而且真的很热，然后他们因为冰也很容易流汗，你看现在就有很多汗，然后他直接衣服就是晒晒。好彩 MV 最后出来还好，因为很白，然后就调色调爆爆这样，就看不清楚。所以我每次穿衣服，很多人讲我这么喜欢穿外套，因为我要遮。可以贴那个啊，胸贴吗？哦，我其实我有买，但是我忘记贴，我真的在 Shopee 买了。哦，所以G2的是奶头，是，不然我以为是下面了。你很多儿童观众 ，OK？ 对对，好，我们换下一题。希望不要犯太岁哦，因为龙年是我的年。我一月生日。哦。对。兔尾龙头还是龙尾？龙头蛇尾。啊，龙头。龙尾蛇头，牛头马面，龙尾蛇头，因为他 suppose 就是要蛇年的，他是在新年前的、那個，但是蛇不到，蛇不到，哦，正经龙跟蛇都差不多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我大一点，因为我看到太多负面的新闻，我觉得2024希望真的是没有战争，因为太可怕。你看2023多少战争已经，然后又。地球的问题，你是在竞选什么世界小先生是吧？要世界和平。真的觉得就是地球这战争跟环境，真的是大家做好自己的本分哦。是。然后当然那小爱一点，就是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，这最重要。身体健康、心理的健康还有身体健康都很重要。我觉得师兄真的事业顺利吧。然后希望也是，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工作很重要，但是也。不要忘了自己的健康。对，他们讲了很大爱的东西，我讲比较私人的。我是希望就是可以瘦下来，就是可以是健康啊，这个。对对，就是可以瘦个越瘦越好，可以像王希豪这样，爱迪生这样瘦，就是回到我那个马来西亚男孩的那个头像的那个有棱有角。对对对。希望就是我吃什么都会打什么，就是全部排泄出来，就是不会变成脂肪。就是希望大家多 follow 你的 IG， 对，多多 follow IG， 哎，可以 follow 我的。对，就 follow 大家放在下面这边，请记得关注。editor 不打算放。我很需要关注者。Me too, hashtag me too。hashtag me too 是另外一个意思。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个人的 IG， 然后多多刷点击率，然后我们每一年就可以带新的作品给大家见面。看100遍 ，share 200遍，然后关注我们每个人的 IG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龙龙的新年。OK， 可以。